江南地区已经到了收割稻谷的季节，农民在收割稻谷以后担心天气要变坏，所以要赶快的用脱谷机和风谷来处理稻谷。通常他们都是一家男女老幼，不问大小，都要全部出动参加工作。他们把一袋袋的稻谷送进仓库，内心里都充满了愉快，乡村里也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